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品质管理第15讲次，是 ISO 9001验证案例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最主要谈服务业。那首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有 TIFF 公司的许文达验证师。是，大家好，我是许文达，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讨论，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些验证方面的心得给大家参考，谢谢。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今天助理是张清美同学。各位同学，大家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的课题呢，是讨论呢有关于我们这个 ISO 9001呢服务业它的一个验证申请的情形。那么从 ISO 9000的这个名词定义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个组织的提供所谓的服务，至少呢要有一项活动是在这个组织跟顾客之间进行的这些输出，如果是广义的来看呢，有很多这个服务类型的组织呢可以提供服务。那当我们考虑到 ISO 9001新的这个2050版的这新标准的时候呢，通常求验证师就是说我们也涉及到哪些的这些类型的一些服务形态啊，是可以来参与或申请我们这些验证呢？好的，谈到服务业，通常考虑的产业类别有七种：代理业、旅店业、饮食业、旅游业、仓储业、租赁业、广告业，以及其他较为陌生的服务业，例如测试、实验、检验等各类的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品质管理词汇中所讲的服务的主要特性，并不具备实体的物质，通常服务是种无形的过程，是组织向顾客提供的活动，需要达到顾客明示或隐含的要求，有些时候还包括获取顾客信任及建立持续的往来关系。例如银行业、律师业提供为顾客量身打造的专属服务，或是政府机关提供给一般民众的例行性公众服务。在完成服务的过程中有时需包括实体的物品，例如汽车修护业的顾客送修来的汽车，汽车技工进行汽车故障的修理项目。服务过程有时包括无形的产品，例如纳税义务人将营业所得税申报单填妥后交给会计师，由后者汇整全部的资讯后代为向财政部申报当期的营业所得税，以及协助处理后续的退税事宜。有时服务的行为并没有具体的产品交付给顾客，例如新闻通讯社定期向订购者提供的世界财经资讯以电子媒体方式呈现出来，订购者并没有收到实体的书面资料。那总的来说服务种类虽然千变万化，可是服务的评价往往是顾客通过服务过程和接触的活动产生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实际亲身体验的记忆和经验会在顾客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也才会维系住顾客的长久关系。好，谢谢验证师说明。那么在这些服务业里头我们这些服务公司都会强调顾客至上，顾客永远是对的。那当然我们这个组织也要竭力来为这个顾客呢来提供他们的需求跟满足，让他们达到一定的期望那我们在读我们这次新版的这个 ISO 9000条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有个新的一个注意到一个新的名词，就是说有关于我们这个组织前后环节的一个定义跟做法。那么这部分在我们验证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呢？那有关这部分，在您回答之前，我是不是先请助理帮我们宣读一下，让同学们来了解 ISO 9001有关这个第四章它这个前后环节的一个部分。第四章关于组织的前后环节，要看4.1小节写出条文内容。首先是理解组织及其前后环节，阐述相关的要求内容是：组织应决定与其目的和其策略方向相关，且可能影响品质管理系统达成组织预期结果的能力之外部与内部议题。组织应监督及审查与此等外部及内部议题有关之资讯。谢谢。这边开宗明义的提出组织应当理解外部与内部议题，
但是啊，必定立足在组织的存在目的和经营策略，并且鼓励组织从尽可能多种管道收集相关资讯，评估与分析可能影响品质管理系统的因素，从经营者高瞻远瞩的角度选择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做出决定企业的因应对策及发展方向，并且在随后的日常经营活动之外定期进行监督和审查，检视品质管理活动的规划和对应的实际进展情况，适时调整和更新企业的经营行为。服务型企业为了维系顾客，一方面倡导顾客永远是对的，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企业本身的特质，谨慎挑选优先的议题，拟定因应对策，尝试维持企业的持续运作。至于企业采用了第三者验证机构的 ISO 9001验证，可以引用独立的第三者外部稽核员的观点，查看企业处理内部外部议题和企业本身经营目的以及策略的关联性，还可以包括经营成效和实际运作中累积的经验转化为企业成长的动力。好的，那么我们整个服务业现金服务业大概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哦，那他们特别啊对于这个整个企业经营的环境呢有特别的敏感哦，特别注重。那么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又谈到哦，对于我们这个外部或内部议题哦，组织也必须要去适应或去调整。那请问在这方面呢，我如果来应该企业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些内部外部议题以及他们所面临到的这些企业经营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立呢？中小企业是整体环境中的一个组成分子，在市场中啊利用了自身特点和专长向市场特点提供某些产品和服务。中小企业不宜孤立于周遭的社会和市场，而是积极地运用自身的资源，尽可能善用组织内部的部门功能、作业流程优化，促进资讯交流，利害相关者之间啊资源共享。企业不但需要认识自身的能力与限制，亦需认知外部的经营环境，运用组织的特色与专长，切入市场以占据关键的地位，维持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朝向组织的永续发展。企业需要谨慎地鉴别出内部议题和外部议题，挑选适宜于企业目前情况的议题，尝试排列出优先顺序，对于高优先度也就是最为重要的议题决定处理对策、实践方法及预定时程，以便控制和管理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好的，我们再请教验证师，就是我们这个新版的这个9001标准里面有提到我们这个组织经营环境中它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前后环节这个必须要做个考量，那这些考量是指哪些方面呢？那要注意什么相应的一些细项呢？是分析组织的内部前后环节考量可以考虑几个方向。经常被提起的例子像是企业资源啦、核心能力啦、还有企业价值链等方面的着手。好的，那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啊，就是我们如何来让同学们更了解这个内部它前后环节考量的一些项目内容，有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是好的。那么标准中提到了内部前后环节考量从个人了解的方向来看了，先来谈谈企业的资源。企业资源通常分为企业的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人力资源、营运因素以及组织治理等相关因素。有形的资源包括物质的资产，例如厂房、土地、设备等，还有金融资产，例如资本和借款。无形的资源的话，包括非物质形态的资产，例如品牌价值、知识产权、技术工艺、专利、商标、组织信誉、组织文化等。人力资源呢，包括员工的教育、训练、经验、素质、专业知识、服务、谈判、协调能力等。营运的因素包括管理的过程、生产和服务提供、品质管理、系统绩效、
顾客评估等。那组织的治理因素就包括决策的准则与过程、组织架构等。所以企业的资源啊是有限的，需要透过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改进、整合及持续的运作，找出各种资源组合的优势及劣势，运用资源的综合效应，以便发挥资源的最大功效。是的，那我们刚刚提到蛮多不同面向的这些可以运用的资源，那我们组织在面对这么多资源的时候呢，我们如何啊去来鉴别或区别出这些可能的资源的未来应用？那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哦，可以来找出比较关键或重要的哦这些资源，来这个让企业能够来做一个分类跟运用？那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来介绍给同学们来了解？哦，好的。若是组织需要进行内部环境因素排序哦，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以上的举例说明的若干议题，挑选组织认为适宜的项目，指定每个项目的权重，啊，但是所有项目的权重啊总和仍然维持在100%，以及考虑到每个项目的重要性，以1到4的分数表示，四是重要性最高，然后逐步下降到1的重要性最低。经过简单的计算呢，得到每个项目的加权计分，以便决定全部项目的优先顺序。请各位同学啊参考表一，有关于内部前后环节因素的评估表。我们先看左方哈，分成内部因素，啊，它有分优势跟弱势。那么因素里面呢，你会看到有新产品开发啦，顾客满意度啦，品管圈活动啦，资讯系统建制跟市场的占有率，这都属于优势。弱势的话，可能像考虑新进员工，设备的架动率、策略管理规划、供应商的管理和品质成本。那么权重的部分是由组织啊自行设定的，它分别安排了比例都是在小于一哈，所以是0.几到总和加起来是到100%。那再分别给予这组织认为每个项目的分数，就从4到1啊，四是重要性最高。经过这两个数字的相乘，得到了加权计分。所以我们稍微计算一下以后，可以得到总和的加权计分是2.48。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哈，那么组织的弱势项目就落在弱势这边，就缺少策略的管理规划，设备的架动率偏低，供应商的管理不足，以及品质成本控制的软弱。是的，那么刚刚你也提到有关我们这个内部啊前后环节考量有蛮多面向，其中有一项是核心能力，那对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帮我们可以来继续说明一下呢？好的，组织的核心能力有可能是组织专有的科学技术、管理手段、管理心法、组织的文化、生产或服务过程的特殊程序，足以使组织达到业界第一流等级的水准，而且对手的组织啊不容易或不能模仿，维持组织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持久不衰，或者是对于下游顾客啊占据着无以取代的战略位置，有助于拉开和竞争对手的距离。组织的核心能力通常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期和成长期，最后到达成熟期。组织在成长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组织的竞争优势，成为组织占据市场持续改进的关键因素。那么内部的这些前后环节的这个考量啊，除了刚刚讲的这个企业资源啊核心能力，那刚刚你也提到就是组织的价值链，那对于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帮我们阐述说明一下呢？是，组织的价值链是由一连串活动所连接起来，通常包括了设计开发、业务、销售、采购、生产、包装、交付等活动，以及资源性的各种辅助活动，例如职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采购及分包商管理等项目。组织可以从分析价值链活动找出个别活动的利润，甚至于找出对于顾客最有价值、对组织最有优势的活动，进而找出可能的改进方向，
以便进一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是，那新版 ISO 9001的这个标准里面还谈到的组织的这个外部的前后环节的这些考量，这是指哪些部分呢？那等一下是不是也请您来说明一下？在说明之前，我们要请助理帮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让同学了解 ISO 9001呢，它在这个第四章里面前后环节它的一个考量项目。4.1 节的备考二。考量国际、国家、区域或地方的法律、技术、竞争、市场、文化、社会及经济环境所引申之议题，可促进对外部前后环节的了解。好，谢谢。那是不是请任老师帮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些西部的一个结构？好的，标准中提到外部前后环节考量的项目内容，也是个人了解的方向来看一看哦。先来谈谈总体及个体经济因素。总体经济因素通常是指组织所考虑的国家层级形成的市场机会，或者环境威胁的社会力量，亦可以泛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执政党性质、政府施政策略以及目标、法律法规等。个体经济因素通常是指组织的目标市场的现况及预期的市场规模，例如消费者组成、水准与倾向、就业水准等等。是，那除了个体总体的这些经济因素，那还有其他的，那是不是也一并帮我们做个说明呢？是，外部前后环节的考量事项有很多种，此处呢只谈到经常被人提起来的几项。社会因素通常是指整个社会的一般发展状况，例如社会架构、风俗习惯、族群意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人口比例与变化趋势、生活方式等。政治因素通常是指国家在特定期间的整体政治背景，往往连带影响总体经济因素，而且影响组织的生产与经营活动。技术因素，例如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促成物质材料和生产过程的变更，或者出现新的替代性产品，从而带动组织的生产设备、制造过程和人员能力的更新。竞争力因素，通常是指组织的市场占有率、类似或替代性产品与服务、市场领先者趋势、标杆企业、顾客成长指数、市场稳定性等等。工作环境因素通常是指法规要求的工作场所职业安全卫生的环境状况、企业的行为规范与人员活动准则等。好，谢谢这是个说明。那么这个组织呢，为了要在整个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些企业环境中啊，要持续生存，那是扩展它在利提升竞争力，所以它不断的来针对我们的内外部这些环境考量呢，前后环节进行，而且所谓的这个组织策略的一个制定。那在您验证来讲呢，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的一个组织策略的一个执行？是策略的内容，参考加拿大管理学者亨利·敏兹伯格 （Henry Mintzberg） 给出的解释，可以看作五种概念的集合，也就是规划、计划、模式、定位和观念。规划，所以策略是一种有意识、有预计、有组织的行动顺序，尝试解决从现在状况到达期望位置的问题。计划，所以策略呢是在特定的前后环节中成为行动过程的手段和战略，可以在竞争奋战中威胁和战胜竞争对手的工具。模式，策略不仅仅是行动前的安排或手段，而是组织的一系列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果的结合。定位，策略是组织鉴别其所在前后环节的位置及做出的回应。观念，策略是组织对客观存在具有的认知方式，呼应组织对前后环节的取向和组织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从而展现在组织最高管理阶层的价值观念。所以具备了组织策略的基本概念以后，就了解到策略对组织的功用
以及长期发展的效果，可以说是决定组织经营活动成败的关键要素。最高管理阶层在挑选和决定组织策略这个项目上，必须谨慎以对，因为组织是否可以实现高效经营的企业目标，策略制定是最关键的一环。这可以从五个方向加以说明策略制定的重要性。第一，是明确组织的发展方向，经由策略实现组织目标所遵循的方式和途径，提供全体员工指引和激发共同奋斗的动力。第二，明确组织的发展目标，透过策略设定的发展目标以及行动计划，促成全体员工对组织的未来充满信心，同心协力，加强达成目标的决心和实现的机会。第三，明确组织的资源配置，透过策略的制定，促使组织有效地组合与支配有限的资源，以前瞻的世界配合组织未来发展，合理地配置资源，有益于达成组织目标。第四，增强组织的竞争能力，经由策略的总体性和前瞻性的特色，配合组织收集到市场竞争对手和标杆企业的优势与弱势，有助于组织的策略定位准确，针对市场情况做出反应，强化组织与竞争对手抗衡的能力，争取占据有利的市场地位。第五，增强组织的抵抗风险能力，明确与具体的策略有助于组织更加有效地鉴别和规避风险，例如透过绩效预测、后续追踪，组织应足以及时防范和处理可能发生的事件而减轻或避免风险。谢谢应先生呢，对我们来说明有关组织策略来因应内外部这些这个前后环节的组织面临的状况。那2015年版的这个 ISO 9001啊，它在第四章里面对于这个组织的前后环节，其中第4.2的这个小节里面有提出要求，就是要了解利害相关者他们的这些需求跟期望。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具体实践呢？这个我们等一下请燕先生帮我们说明。那在你说明之前呢，我们先请助理帮我们这个朗读一下，让同学们来再回顾一下ISO 9001它第4.2节条文的一个内容。由于利害相关者对组织一致的提供符合顾客、适用法令及法规要求事项之产品及服务的能力有其影响或潜在影响，组织应该决定下列事项 ：A.与品质管理系统有直接相关的利害关系者 ；B. 此等与品质管理系统有直接相关的利害相关者之要求事项，组织应监督与审查此等利害相关者及其直接利害相关要求事项之资讯。好的，那请教徐燕正师哈，就对于这个条文来讲哈。那我们组织在实践上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啊？如何来达成？是，组织所要关切的对象除了平常往来的顾客之外还要加上品质管理系统的利害相关者，以及找出来他们的要求事项。并且保持监督和审查这些利害相关者的要求事项。这边所谓的利害相关者种类甚多哈。稍微考虑一下，组织经营范围内可以发现有以下几种：顾客、经销商、进口商、最终使用者或受益人、业主、股东、董监事会成员、往来的银行、分包商、协力厂商、供应商、定期的员工或短期的员工、法规主管机关、执行机关、地方利益团体、社区政府、民意机构、非政府机构，所以利害相关者的要求事项可能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顾客关于产品或服务的明确陈述事项，如符合性价格、安全、性能或者时效，与顾客或供应商签订的合约、协议、同意书和附加条款，还有就是标准、行业规范、现今的科技水准、特定的规格，
以及许可证、执照、官方授权或合法的证明，还有国际或区域性的条约、公约或草案，和公家机关或顾客签订的协议、组织的行为准则。为了找出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与期望，组织可以运用各种管理工具。那么举出四种利益收集和整理的例子哈。第一，尽可能的多方收集资讯，可以考虑以下方式：脑力激荡啦，讨论和邮件往来，平行参照，主动调查或售后服务活动。那还二呢，是参考相关的资料，决定利益相关性的准则，可能影响组织的绩效结果或者具有潜在威胁或损害利益相关者发生风险或机会的能力，受到组织决定或活动所影响的能力。第三，组织制定内部准则，运用在挑选及决定利益相关者的对象及要求事项。四，当组织进行品质管理系统规划活动时，宜于考虑从上述活动中收集到的资讯。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不断的变化及调整，组织要定期收集、监督和审查这些事项。好的，谢谢燕正生的一个说明。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节目录到这个时候，我们来进行一个短暂的一个讨论的一个小结哈。那如果我们前面所叙述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讨论的服务的一个形态，服务型企业需要考量的一个前后环节，企业的它所面临到的内部前后环节的考量的内容，还有它面临到外部环境这个前后环节考量的内容，也了解到了我们排列优先的顺序，挑选这个议题重要议题程序的一个方法，还有呢企业决定处理的这个对策以及实践方法，还有它的时间时程，以便呢来控制和管理整个企业它持续永续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稍微讨论整个企业的一个策略的应用，那么协助了我们适应企业内部和外部前后环节。那么我们也还讨论了呢整个理解利益相关者他们的需求跟期望，那么尝试呢来提供顾客所期望的这些产品或服务。那我们同时也提到这个第三者验证机构的一个角色呢，在这边也促成那个企业能够来成长，继续成长茁壮，来讲很有帮助的一些这个助力。那整个 ISO 9000系列的一个课程我们从之前我们谈过了 ISO 最新版的2015年版的这个条文的我们说全部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又介绍整个在进行 ISO 9000推行的时候要注意的这些程序，还有它应该具备的一篇品质观念、原理、原则，以及呢，我们后面今天这一讲次还有前一个讲次呢，我们谈到的就是说如何能够来进行这个第三方的验证。毕竟我们在这个 ISO 9000导入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花很多心力，也希望让这样的成果能够让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顾客能够得到一些认同，所以呢我们这个介绍了这些文制造业服务业相关的这些验证程序。那今天节目我们到这边结束，很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会。